楠楠。楠楠打嗝。爱豆，你来爱豆。男的打嗝。啊，周震南对，好，宣布。因为他刚刚说的是楠楠，而不是周震南。楠楠打嗝。陈赫被淘汰。陈赫滚了三次，滚了。现在是不是由我来带领太阳川河了？这是我录综艺以来败得最草率的一次。哥，是好事儿，因为我刚刚准备打完嗝继续前滚翻。